老公，你从今天早上回来笑到现在，有什么事情这么好笑的？啊？早上看到一个肥婆掉到水沟里，肥婆掉进水沟里头有什么好笑的啊？肥婆啊，水沟啊！老婆，这么久以来，你听我说嘛，三餐都是粗茶淡饭，你会不会介意啊？看你喽，如果你一天不介意吃我煮的菜，我也无所谓了。这么久以来，我除了有一些伟大旷世的发明送给你之外呢，连一颗宝石都没送给你。你有没有意见？你说。我有意见，你那个什么扫把拖鞋，搞得我要用两只脚扫地，白白空出两只手来，结果呢，一只手要擦窗户，另外一只手还要洗衣服，不知道有多麻烦啊。你终于发现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还有啊，你那台烂抽油烟怎么机。样我实在懒得跟你讲，我讲不出勇气。应该的。你呀，到底藏了什么宝石？赶快拿出来给我看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抢劫啊？我没有抢劫啊，因为我医好了一个很有钱的病人，他拿了很多医药费给我，我买来送给你的。没事吧？我一时太开心了，不能控制自己。好漂亮哦！我爱你，老公。我也爱你，一生一世。